熟悉的，今天呢过来镇上，叫我们镇上很出名的那个书法家写副对联啊，看看要多少钱呢、啊？现在啊过去写副对联。让我帮书法对联啊！卖八个咯，啊，卖八个二十五，二十五呗，就拿这个呢，这个。可以了，叉子30块钱，好看一些，没关系的，回去。大家觉得这个啊书法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啊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